方行法师讲述，我和馆长和老和尚接触比较多，老和尚忍辱的功夫很深，有一句话叫慧眼识英雄，老和尚真正是一个英雄，馆长有慧眼，知道这是一个英雄。老和尚是顶有智慧的，他对佛法的理解真正很深入，但是依老和尚他自己说，如果没有馆长，他的境界没有办法一直提升。怎么形容？我们拍球拍得力越大，弹得越高，所以我当初看老和尚就像看本师释迦牟尼佛一样的尊敬，因为他经讲得太透彻太深入，我不得不服。馆长对老和尚的护法，一般的护法都是顺境的护法，但是他对老和尚的护法是给老和尚境界，让老和尚突破，顺逆都给。为什么现在老和尚这么感恩馆长？就是馆长给老和尚境界，让老和尚去超越，去突破，这不是一般护法做得到的，所以馆长也不是普通人。当初到现在，我对这两位都是非常恭敬的，他们两位在图书馆啊，在车上啊，听他们对话，有时候韩馆长在问老和尚，老和尚跟馆长的对话就是是，馆长如果再问仔细一点，是不是啊，老和尚说是是，是不是啊，是是是是是，老和尚的回答就是这样子，连一个好字都很少说。我们看到无论馆长对他怎么样，他都忍起来，但是他的忍不是强忍的忍，他好像是如如不动的那种，我看了很佩服。有时候馆长好像是故意的，买衣服买特大的给老和尚穿，问老和尚是不是刚好，老和尚说是刚好刚好，其实我们看起来像穿蚊帐一样，买鞋子买特大的，走路的时候从脚后跟都会出来，问老和尚是不是刚好，是刚好刚好。老和尚无论馆长怎么给他境界，他都是是是。还有很多更厉害的考验和磨练，老和尚他的确非常的慈悲，他跟人不会计较，他任人怎么讲都不会去辩驳。2017年访谈。老和尚的身教编辑小组。